我什么心会到卵生去那个修起来，胎生的心、卵生的心、湿生、化生、有色、无色，这些心全部弄个修起来，我这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叫自信自度，达到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最少要达到法云地，法云地十地菩萨或者等觉菩萨，这样叫究竟涅槃。哦，究竟涅槃也叫无余涅槃了，因为他障已经尽了。障尽就是极嘛，啊，德已经完备，德完备就是圆，所以叫极圆，圆极的。所以一般讲说圆极，圆极是圆满的，就是涅槃的，啊，究竟涅槃，啊，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妄心已经灭掉了，生灭心已经灭，啊，灭了就达才有涅槃极灭乐。所以第三分那不是在度六道众生啊，而是度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六道众生心，把这些心度尽了，这个就是修道修心嘛。啊，真心是没有这些心的，没有挂碍，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好，这是菩萨因为般若波罗蜜而能够达到这个样子。啊，再来三世诸佛也是因为般若波罗蜜究竟圆满的智慧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就是无，耨多罗就是上，无上正等，三就是正了，藐就是等，啊，菩提就是觉，所以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就有正觉了，阿罗汉已经真正觉悟了。菩萨的话是正等正觉，如果是佛要加一个无上，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简单讲就是无上菩提，就是佛啊，就是佛了哈。所以三世诸佛就是因为究竟圆满的智慧而成佛的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哈啊。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这个咒就是陀罗尼了，咒就是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一直是无上的大神咒、大明咒，明师一指啊，一指中央位，因为一指当下到彼岸，这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所以，讲说咒，就是总一切法哈，就是在讲般若啊，有大能神妙的智力，能够消灭虚妄的心念。再来说大明咒，明就是光明的意思哈，般若能够破除一切众生根本的无明，露出我们的真心离体，所以叫大明咒。再来无上咒，就没有一法能够在他之上，就是无上咒。无等等咒，没有一法能够跟他平等，与他相等，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我们只要有智慧，就可以除一切苦啊。你看颜回有智慧，所以颜回贫不苦啊。孔子有智慧，他在劫难当中他不苦啊，这些都是绝学无为贤道人。六祖被暗杀不苦啊，被追不苦啊，他逃难也不苦啊，也很快乐啊，一边逃难还被红火 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遭难？也有很多灾难啊，苦不苦？不苦啊。会苦是因为用妄心啊，用妄心啊，所以我们平时少用妄心，少用妄心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哦，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执着、不落印象，然后风过书竹，
不留声，雁过寒潭不留影。台语哦，叫做船过水无痕。什么代志来过啊？过就好呀。咱就是唔甘愿啊，甲扭条条安尼啦。啊，所以就苦就无边。那苦是我们自己招惹来的，苦不是事情在苦哦，是是咱唔放一说，唔放一招安尼啦。啊，要苦家己啊。人甲咱骂一句，啊骂了，咱就煞对无吼？那咱有煞无？咱无煞，咱的迄句安个记条条安尼，啊就唔冤啦，啊这样就苦嘛。啊就过，啊就煞。那种啊，我欠你一句安尼，债务还了啊，我你骂一句安尼，真欢喜。那那不明理就是苦，尤其啊修得修如故，迄种命哦，迄如艰苦。我修起三十年啊，竟然和你骂混蛋，我修要故修修成混蛋。啊，都唔愿吼！我修得我食菜食啊久啊，搁和你安尼骂，啊，算你修得修啊到尾啊吼，自尊心太强，这变成障碍。咱要越修越明理，安尼唔惊人骂，啊，如如不动安尼，人骂是毋？咱世间无论哦，迄外道来个骂啊，哎，点点拢无讲话。等到迄个外道骂了吼，啊，世间无论才开嘴啊。你啊带了物件礼物去看朋友，朋友无甲你接受迄礼物。你要安怎处理呢？带回家，我你今仔来安尼见见一面吼，你得送我遐侪礼物，我拢无甲你收哦。带回家，再带回家，啊如如不动。但是如如不动有两种哦，一种是或者如如不动，他用真心，哦啊妄心是动的嘛。另外一种如如不动哦，是未见未消，咱未使未见未消，哦。人家咱骂，咱来反省，我没有错啊，没有错，我们就如如不动。哦，你望人家咧骂啊，咱来唔对啊，咱骂那个皮皮啊呢，嘿，凭什么？迄个如如不动袂使哦。好，好，再来。哎，你看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是真的能除苦的。来，咱来做这部经，整个在。大致来复习一下哈，或者讲说这部经只有四句话，对不对？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好，四句话结束了，后面都是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在讲这两句。好，你看接下来怎样？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不是讲五蕴皆空？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不是诸法的总相？就是五蕴皆空的相嘛，诸法包括五蕴嘛，啊，六度十二处十八界，那都是五蕴的展开嘛。好，啊，空中没有什么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色无名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看真心的哈，五蕴皆空，又契入真心，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是不是就是没也没有苦，就度就是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接下来是大明。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这个就是五蕴皆空的哈、哦，就七入五蕴皆空到彼岸五蕴皆空嘛，能除一切苦，是不是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真实不虚，所以后面的经文就是在讲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重复在阐扬，所以这部经就是四句话而已啦，哦，阿伯也这样拢给讲的。好，再来。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好，啊，一般这个，咒啊，说也有些考那个印度他们考古的哈，他们不一定懂得咒语。这个咒语，有人讲梵语，有人印度话，啊，咒语无，也有人讲说不一定是梵语啊。这有时候是他方国度的语言，外太空的语言，六道众生的语言。因为佛讲完经之后，也会为他方众生讲一讲，就用密咒。前面是显说，这个是密说，讲给那个外太空来的人听的。其他的地方众生听的。啊，所以印度他们懂得梵文的人，他们也不一定懂。啊，所以咒不讲。有没有意思？他的意思就跟前面的经文一样啊，所以说做不用讲，讲了你反而分别反而不好啊。所以你要练心经，如果260字太多，你就练，或者会引起你的分别心，你就后面练后面就好了。不懂意思，这里这里不得，这里不得，这里菩提萨婆诃啊，就是心经全部的意思都包括在内了。哦，你这里这里不得，这里不得，这里菩提萨婆诃，这里这里不得。这地不生，这地不离沙婆，这样就是心经的意思。哦，啊，当然也有人讲了，哦，也有他的意思的。那我们到底要不要讲？要讲吗？那书里面没有讲了，要不要讲？要，啊，讲，也得对，足简单的，因为要做一个总结啊，给大家听。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这地就是去。度的意思了，接地就是度了啊。为什么要讲两个度？第一个制度，第二个度人。哦，制度度人呐，啊，哦，就是度众生到彼岸了，啊，要制度度人了，啊。啊，再来波罗彼岸嘛，就是到彼岸。波罗揭谛就是度众生到彼岸。哦，制度度人，然后制度众生到彼岸。啊，接下来波罗僧揭谛，僧就是众的意思。生就是众，愿大众同度到彼岸去。自度度人，然后度众生到彼岸，愿大众同度到彼岸去。菩提萨婆诃，菩提就是觉嘛，无上佛果嘛，哈，无上佛果。你看后面不是讲，三世诸佛嘛，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用菩提。萨婆诃，萨婆就是极速成就，极速成就，极速成就无上的佛果。今得此一着，跳出苦海渊，飞身来上岸，即得登云尊。飞身就是极速成就了，一指当下到彼岸了，一指当下到彼岸有没有苦？没有苦嘛？一指当下有没有苦？没有嘛？因为一直当下根尘顿断，气入无声，根尘顿断，事无从发生嘛。有苦是因为事嘛，啊，所以一直当下是到彼岸哦。既然是到彼岸，就无一切苦哦。所以今得此一着，是跳出苦海渊。所以一直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无等等咒。一直当下成佛道，无一切苦。啊，所以现在的苦是怎么来的？虽然一直到彼岸，咱带不掉，搁变倒回来。啊，所以咱老师讲，既然回来了，那只好怎么样呢？终日念神光，这个叫先得后修。啊，所以我们慢慢修，慢慢修，总有一天会到彼岸。好，那今天后学就学得到这里哈。如果不圆满的地方，或者先佛慈悲赦罪，等下是慈悲指正，要先多包涵。